想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吗？我们今天要去我的部落。你知道我的部落在哪里吗？在仁爱乡都打部落。你看这外面的树是不是很漂亮？你看前面那个路边有两个小孩子，就是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快要到了。我现在来到了我的部落都打部落，我已经有两三个多月没有回来这里，每次回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，我都觉得很轻松，每次在都市都觉得好拥挤，就觉得心情不太好。你听鸟的声音，不觉得很舒服吗？这里呢就是我们部落的国小，然后你有看到墙上那个画，它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射日英雄的传说，然后他身上的服装呢就是我们男性的传统服饰，然后你看他额头跟下巴是我们的传统纹面，然后你看他下面那个都打国小旁边那个菱形嘛，就是你只要看到那个就知道那个是我们赛德克族的图腾，赛德克族的象征，你看到他就代表你来到了赛德克的地带。接下来我要去我们部落的文件站，在前面的我第一次去我们部落的文件站，我希望我可以跟学长学姐们相处得很愉快，然后多了解一点我们自己的文化。走吧，跟着我走。没错吧？对，这里是文件站。因为我今天也是来你们这边帮忙你们的小帮手，然后我也是这边的人，你们知道有看得出来吗？有一点似曾相识，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对，我是那个 C 档的小孩子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对，那我就是今天来帮你们，帮我们的长者。那我现在你要干嘛呢？就是。其实大致上前置作业都做完了，然后可能就是，那你今天就代替我跟着我的同事一起进去接长者。你说去里面的部落接长者？对对对，好啊好啊好啊。好，我们要出发喽。姐姐说开窗户吗？对。两边都打开，然后阿妈就不会说很热。好，那我们，你每天都这样接哦？对啊，每天就是平常都是我跟我长那个同事一起。嗯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这样子。对，都算独居。然后他们也没办法自己开车，所以你们都需要这样子。我们前面有稍微开玩笑说，阿妈你要不要运动啊？走过来、啊。自己走路。阿妈说我的脚不好呢。我要走到什么时候了？走了半天这样。对呀。我帮你拿袋子吗？啊好。阿妈不可能再打马克。那阿妈都抽烟呢。不可能呢。去哪里？我去右边那边。不会好，不会好。在部落接送学姐到文件站，心情有点小兴奋呢。因为我跟他们聊天，就好像回到家里跟阿妈讲话一样。不过我的主语真的很不好，希望学姐们不要放弃跟我聊天。我还想趁机练习主语呢。阿妈坐后面吗？在后面。你那个？哎呀，在。啊。
接着就是帮阿妈娘，有点辛苦，觉得他们很辛苦。假期间就是你们每天都这样子接送完，然后就马上过来帮他们做这些事情。对，谢谢。有的长者其实很早就会来了，其实他们有的还会主动帮忙做事情。然后就是虽然会有时候刚开始会觉得不习惯，会觉得怎么很忙很累，对，很多人一下子很多人，可是久了就会觉得你这样反而会很知道，今天都会来的怎么都没有来，然后反而会注意到那个部落有没有长者会出状况。各位村民，大家平安，村办公处报告。刚刚接到电力公司来电，今天早上9点到12点要暂时停电，请各位村民大家。阿公阿嬷，现在停电了哈，那我们现在先把椅子先折起来，我们慢慢往外面移动。好，要小心哦，比较不行的同学帮忙一下哦，小心哦。好。你要坐哪里？卢比塞当哈姆，我是这边的人，我也是塞我也是多达的族人。你们有看过我的脸吗？就是有很像我的人吗？很像塞党，对，我是塞党的孩子啊，我是塞党的孩子，有像哈，跟他一模一样吗？然后我等一下要帮你们带草，我会教你们四个简单的动作，四个，我直接开始来，一伸展，然后腰，对，腰也要伸到，来换边，一，二，对，这样有拉到腰的感觉哈。等一下要做到哦。好，第二个，收起来，拍手。对，收起来，拍手。对，然后第三个，手叉腰，脚。一，哼，可以。再来，二，可以。好，来，第四个，往上，往下，尽量好，往上，往下，可以。有记住了哈，那我等一下就会这样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这个 tempo go， 一二三四，好，第二个动作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
3 2 3 4。5 6 7 8。3 2 3 4。5 6 7 8。我是真的蛮紧张的啦，就是有看到学长姐有回我5 6 7 8，我就觉得他们好可爱哟。后来就是看到学长姐配合我，然后做的也不错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教你们跳舞，教你们跳舞哦。阿官，我们要准备比初赛，李建华。哦，真的。因为每一年其实文件站都会办那个活力健康操，因为要参加健康操比赛，然后问我说要不要帮他们编。我那时候觉得哦，可以啊，我可以回来找他们，但是那时候我会想很多，我怕动作太难呢，他们做不起来呀。反正我会回来教他们的。这种可以吗？简单的，可以哈。你们也可以这种。学长，你在干嘛？去要到底里面去煮那个小米粥。你要煮小米粥？为什么要煮小米粥？我们比较喜欢吃小米粥嘛，都习惯了嘛。哦。所以我们要去里面煮，我们要去这个传统屋里面煮。对对，没有来过吗？我没有来过啊，我之前经过都看过而已，我没有进去过。好，我带你继续看。好啊，我们继续看。你要拿什么？我帮你拿。你拿这几个木。拿几个？我拿3 4个。好。要生火？哎，对对，用生火的。对，好。哇，原来它里面是长这样子哦。要把它打开吗？不，竹子不用。是这个火不要太密。不要太密。哎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个空气，有空气比较会很容易烧。哦，所以不能放太多这样。对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。对，可以哈。那木头先不要管它，放旁边。先不要放。啊，就是。以前呢，以前都是用那个油树。油树。哎，现在很少了，没有了。就很少再烧。在这个烧这个木头，嗯，因为现在都是瓦斯了嘛。你们以前很常这样生火哈？对对。现在还有人会这样生火吗？小朋友，小孩子会吗？不会。现在不会了，小孩子都不会烧木头了。现在这个好像你没有烧过。我没有烧过啊。它会生很快吗？还是这样就好了？还是要还要加几块木头，要看着它，然后加几块木头。对，我直接这样吗？对对，就这样放就好了。就这样放啊，这个木头不要给它交叉在一起，不要给它交叉在一起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密，太密的说空气不流通。好，那这先等一下再放。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那我放旁边。对，这样好。像我们说聚餐的时候，还是喜欢用木头。现在哦，你们现在聚餐的时候也会过来用木头？会用木头，比较有那种围炉的感觉，对对，烤火的那个感觉。我知道，有时候我回山上的时候也很喜欢。啊，吓死我了！我说我有时候回山上的时候也喜欢这样子，一群人围在烤火旁边这样。对，还是那个亲戚在一起的时候，嗯，大部分还是用木头来烧，嗯，都挤在一起聊天，对，这样子比较温馨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可以叫他们来煮了。好，可以煮啊，刚小心烫啊，你的手不会烫哦，刚那个火在旁边呢。不，你不要示范，我害怕。好。我帮你，我来，我试试看，全部直接下去。不想卸，好，好吃。
什么要把它混在一起？还有，好，就这样子一直看着它就好了。聊多，看着火，然后聊天这样子。那我们聊天呢？来，有时候要给蛋啊。它滚的时候要翻它。那我刚看到我们有加小米跟白米，为什么会这样讲？熟的时候，这个要放那个椰菜呀、啊，放什么？一个人放那个地瓜，不是，马铃薯也可以放。你说放里面？对呀、啊，跟那个小米一起做。反正就是什么可以吃就什么放这样子，好吃的都放进去这样。之前加马铃薯啊、地瓜啊，或者是豆子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？那一个马铃薯。你比较喜欢马铃薯？那服务呢？一样是马铃薯，有芋头啊，也有芋头哦。芋头是晒干，芋头晒干。对，那个是晒干。啊，如果下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就拿来煮。煮，它不是已经干了吗？干的还要煮。哦，再放进去。放了跟那个红豆一起煮。小米的隐藏吃法。原来有这么多种，下次回家我也要问阿妈的吃法，然后一起做来吃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再等他。嗯，好。再几分钟再有，给他弄。再几分钟，他这样是快好了。快好了，这个再用。嗯，这个再用。再转。嗯，好。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不这样翻它。我有看到，是不是锅巴？你太熟练了吧？可以的，完成了，成功了，耶！这煮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直接开始吃了。可是我们没有碗、餐盘，怎么吃？用手。用手？用以前都是用手。以前都只。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用手。对。好。我怎么用手？就是用这样子锅。你说你们就这样子勾，然后吃，对，不会烫哦。不会，这边不会的吧？没有烫，明明就有。这个弄得很薄，不要拿中间，就是拿你前面这个。就是薄薄这里。对。哦，那记得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，不喜欢吃这个米。为什么？就是在等这个锅巴。不喜欢吃中间，在等最旁边、就是要等锅巴。小时候都吃这个。对。抢这个。对。以前小孩子说，小孩子多，还有让爸爸妈妈来分的，分那个锅巴。用分的。一直分。一人一个这样子。对。在以前哦。只有咸鱼嘛。以前只有咸鱼。还是猪肉这样子，他这个就是。左手呢就拿咸鱼，左手拿咸鱼，还是拿猪肉，右手这样子挖，然后吃一点咸鱼，挖就这样吃一点咸鱼，以前都是咸鱼吃，怎么像很开心？反正就是以为一桌，然后左手咸鱼，然后这样吃，对，然后吃完吃，对，好，我先拿咸鱼嘛，就拿一点，小心那骨头，然后呢，就是左手的右手的，用两根手指头这样子。你示范我看字怎么讲？这样子，那一样吗？哎，就这样。哎，这样子。这样子。这样。两个手。这样。这样。对。好。好。吃。好吃哦。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。两个手指头这样，这个不拿那个，你的前面全部的，全部拿那个，整桌这样子吃，太好吃了吧？我以为会很就是真的很烫，
我下去就温温的而已呢，因为有拨上来，所以才会温温。对，都挪到上面来，薄薄的，薄薄的，就这样子吃。用手吃太好吃了。嗯，比较快。对啊，但是拿这个肠子的人，你看那个前面没有了，就马上要给他这样子。对，学长姐，你们知道我这是第一次看着这个小米，然后这样顾他，我是从他第一次就是自己煮，因为我都是直接就吃而已，我不知道就是煮要等那么久啊，很累，这样很辛苦这样。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。那个锅巴要怎么吃？锅巴要用汤匙。用汤匙？直接挖哦。对，直接挖。谢谢妈。这个好吃。有没有？很好喝。然后配我要学会了。你们要吃吗，锅巴？不要了，不用了，小孩子吃就好了。这是小孩子的零食。对。那我自己用。有时候小孩子分不到的话，就会在那边打架了呢。你说分不到锅巴还要打架，就是。所以你们就一直看着我吃哦。小朋友，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去文件站跟布鲁党跟达巴鲁党上课喽。好，那我们要先来穿竹服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好，先穿哦。八竿子路，阿斌是去找哈波老师。我们要准备出发啦！各位朋友，小白兔猪，早安早安！你们要去哪里？学会学文件站哦。对。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好不好？好。走。谢谢姐姐，很漂亮。谢谢你，你要牵我的手吗？怎么这么乖？来，他真的好漂亮耶！谢谢你们，也很好看呢。那你有戴耳环吗？对，你以后也可以戴耳环。你今天我戴，我可以劈腿。你可以劈腿，你等下劈给我看好不好？他劈腿耶！真的，你也可以啊。老师，我们刚才这边看到有一个血管破掉了。真的？什么时候破掉的？我妈妈平常都会在那个上面打牌。真？什么打牌啦？打牌呀！你打牌了。谁教你的跆拳道？就是我去那个新医院的。我们等一下去文件站跟谁？跟布布鲁蛋。跟布布鲁蛋呢？叫布布鲁蛋。是布布鲁蛋。布布鲁蛋打马鲁蛋。那布布鲁蛋跟打马鲁蛋学习什么？学习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爸爸要上课。对，要上课。爸爸帮我教好。早安，要跟布布鲁蛋说早安。布布鲁蛋，还有打马鲁蛋呢。打马鲁蛋，好，下去小心下去。老板不要紧张，小心走路哦，楼梯。一路还低个表，不咬。阿布，小心我的肩。眼睛盒子的，眼睛盒子。马路虎，很高兴大家来这里参加这个马路虎学啊！小朋友还有鼓掌，兄弟好。两只手手。我不敢看他们。
谁当汉纳姆？谁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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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给小朋友介绍蔬菜水果。马努尼，马努尼。好，我的很爱好。这个呢，马努卡尼。石头呢？当啊。布呢？布阿马努。布阿马努，布阿，就是蘑菇噜咖巴。那还不如他妈努力哈！以前我们老的时候，我家那个是标啊，我哥哥我混是标哦，都混大米。哎，我们用烤。哎呀，这个呢，妈努干呢？好，八碗。八碗。我给你摆几呀？我给你。八数。一张卤木。一张卤木。要加什么配饭吃呢？还有呢？还有呢？马努尼，布鲁布，哎，布鲁布，马努卡尼，巴干，法祖鲁，巴干，巴干，这个什么？呀，法祖鲁。好，那我们要请露比姐姐来帮我们跟大家一起复习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呢？玉米是什么？不是，不是。拉海奈。布啊，布啊，布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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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不是蔬菜，这个是全谷类。马努干尼，我那个鲁阿公，鲁阿公马努干尼讲，啥意思？老土。香菇泥了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马努干尼的拉布斯，加布萨希尼。马努干尼，马努干尼，马努干尼，那个。哎，这个你还有才敢要第一名的，不要吵架，还有，好，好，你要说什么？很多的，要说什么？很多的，很多的，好很可爱呢。好，来，都完成了，结束了，小朋友都很棒。小朋友真的都很棒耶，他们学习的母语都很好，我觉得比我还要好。平常的话就是会设计主题课程，然后让去设计游戏，跟小朋友让长者跟小朋友去互动，这样子比较活化，然后又比较有趣，比较有趣。对对，真的很好哎。可以看到小朋友有学习状况很有还不错，然后就自己也觉得很开心，对，很有成就感。对对对，我罗蛋就是你跟。小孩子他们学习会很开心吗？很开心，这个小朋友在一起都很好，给他们学习，跟他们学习这样子，教他们，教他们。对，布布鲁蛋，完了。好，觉得今天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两天全部干得高兴，打得起。嗯，有来很久吗？这里？有三年了。三年了，来这边三年。来4年。哦，4年了。每天都来吗？还是有每天都来？学长，你是班长对不对？他们说你是班长。啊，我是这样讲的，还是不是一样？都是学员的。所以你觉得就是跟小朋友学习会比较好吗？很好啊。嗯，很好。一定要先跟他们讲，用母语讲一讲。但他们都听得懂。嗯，听得懂。嗯哼。然后再用国语跟他们讲，解释，跟他们解释。哎，对。妈妈赶紧，不适应哦，妈妈。嗯。编号，妈妈赶紧。为什么？这个放哪里？蔬菜类。蔬菜类啊。就是小孩子都
比较喜欢讲国语嘛，很少讲母语。嗯，所以就是要把我们的话传承给他们。对对。你是学长，就是看到小孩子这么会讲母语，你很有成就感吗？对呀、啊。很有成就感。很有成就感，反正我们自己，像以前的话，我们都没有讲母语啊，嗯，都会被打。真的、哦。对，老师会打的。我以前，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母语我不怎么会讲。那成就感的母语要怎么讲？马路贝人路眼。马路贝人路眼。人路眼，马路贝人路眼。对。我学到了，我以后就这样讲。我很有很我很马路贝人人路眼，这样吗？对对。因为我以前不是读山上的国小，然后我在练习主语是就是像上课那样，不是那种这么开心的那种上课，就是坐在那边，然后老师说什么，然后你就念什么的那种。然后我看到就是山上都老幼共学，我就觉得好像。这样子上课的话，我会更愿意学。上课的时候居然教了我成就感这个主语，然后我现在是忘记了。我下次会练好的，我下次一定会练好成就感这个词。虽然说有一点难，下次就记得。阿妈，嗯，你在干嘛？香片，看香片，香片是沙形，对不对？沙形，嗯，这是跳舞啊，跳舞，嗯，冷魔力，冷魔力，跳舞，嗯，啊，那这是什么？拔河，拔河，嗯，我是那个狗，你，你跟那，哪里？你，嗯，你，嗯，你以前，以前，怎么很漂亮？哪样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在洗脚，洗脚，洗脚，是你拿来。里面也有你吗？还是没有了？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。这是哦，国小，这个国小，国小给你第七届国小，这是五十四年的时候啊，五十四年我的孩子了在这里，你的孩子在这里了，嗯，哦，这是我们以前的衣服，嗯，以前的还没自己做自己弄啊，自己弄的，嗯，对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在盖房子的时候，嗯，盖房子，以前在盖房子，以前的家，以前的传统，嗯，好，这是以前的我们的社区部落，哦，社区部落，这两，嗯，也哈搞，哈搞，现在还有吗？这个吊桥有吊桥，下面现在还在哦，还在，很好了，现在它盖了，它有重新盖，嗯，哦，所以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它，嗯嗯。吊桥，你之前有去过吊桥吗？去，会去那边玩吗？小时候的时候，有啊，有啊，去玩水。嗯，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有照片可以回忆美。这是以前，也对，没有没以前给那个篮子，篮子，篮子怎么讲去 ？Blumi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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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，巴布啊，巴布啊，贝地瓜，地瓜，哦，贝地瓜，嗯，第三层贝。放这个放东西里面，你说以前放东西在里面，嗯，谷仓啊，谷仓，有啊，那在那边我都家里这样啊，现在你的家也长这样，现在是，真的，嗯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去看你的家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要去看你的家，嗯，去了解一下你的家里面，我觉得好像就是了解了很多以前的东西，是啊，以前的这个。布布，在等我哈，哦，来了。哇，我刚。走在这个路上就看到你们的旧房，这是以前的哈，嗯，旧的，旧的49年盖的，49年盖的，嗯，像的，蛮像的，嗯，为什么你的房子看起来这么新？自己整理家里，每天都会自己整理家里，难怪这么好。我刚刚要去看你的谷仓，对不对？就你的仓库，是吗？走吗？
真的更有力。我拿，我拿。嗯，拿着吗？我去看一下你的补偿。小心哦。那里？不给，给。那里？哪一个？你啊，他这个。嗯。这个是古装啊，古装的哦，好，很东西。那我可以去看一下吗？好，我去看一下。这个用拉的吗？拉，拉，对，对对。哇，阿妈这就是古装哦。嗯。哦，所以这以前全部都是放豆子跟什么都放这里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看起来很久了，你这个也是跟那个房子一样时间了。嗯，伯伯，那为什么这个下面要架高空空的？下面是没有什么东西嘛，里面是有东西，不能进去老鼠出东西里面。哦，不能让老鼠进去，所以要把它架高，不能让它去偷吃很多东西。原来如此哦，我刚刚看嘛，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之前的房子啊。我只记得我在以前在小时候在这种房子里面都是在烤火这样子。是啊，烤地瓜啦，什么什么来了那边，在那边生活烤地瓜这样子。嗯，一道妈祖，一道妈祖。嗯，那个小米，小米，小米粥。嗯嗯，看马背哈里，马背一道，一道加背哈里一道，一道是什么？马路上一道哈里米。沙里，还有那边还要喂沙里，就不会哪里多嘿。哦，一样哦。沙里个字，对，是说，是真的听没有很懂。其实我还蛮常这样子的，就是我回老家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跟我阿妈讲话，她讲东了，然后我讲西了。感觉很像就是在跟我阿妈讲话。我跟她相处的时候，我觉得刚才跟我阿妈讲话，但是我还是。还是很想要跟他聊天呢、啊，我讲我的、啊，然后他有讲他开心就好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哪一个？那个都是你的。啊，慢了。菜啊。啊，是我的。看呢。嗯。那什么是哪一个是路桥？你种的。这个是路桥。嗯，还有那边。还有后面那里。嗯。啊，他们这是可以了吗？可以。都可以采了。可以。那个很好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这里。哦，给的怎么拿的？啊，不要了，那个不要了，要的，你的，你你。断掉了。你对，你。好。他吗？哇，哇，那么快，怎么那么厉害？你给的，你这个，这样，然后拔，哦，给。然后直接把它拔掉，把它没关系，还是不下。先不用，直接放进去就好。对呀，还有吗？还有，没打呀。哪里？后面那里。好。阿妈，为什么它那么难采？它的那个。格莱。什么格莱是什么？很硬。很硬，它的根。就那很硬的里面。里面很硬。难怪我刚刚看你很轻松，为什么我这么采不起来？没有习惯啊，没有习惯，所以我踩习惯了，我就会很快就把它踩起来这样子。阿妈，你这里这么小的地方都可以种菜哦，全部都是你的，是啊，这么厉害，无聊，无聊，因为无聊所以种这个，大概无聊工作，无聊工作，动动身体，也啊很，你这个，你的。给来来，的哈啊的哈，跟比呀，跟比呀，好，跟比呀，好，好，因为是跟比呀给，哇，石头阿妈，一，对，阿妈怎么这么快？你，把，给你给我盖的，哪一个大的？哎你盖的对，这些都可以了啊，对，好，阿妈你怎么说？你怎么知道它是好的？我知道习惯了来炒啊，大的跟小的我看不出来啊，这个样里边它是大的，这样就是大的，那什么是小的？这个是小的，这个海米哦，好，对，
妈妈，我还是不清楚哪个是大，哪个是好的。一米八六啊，小那你等你。你说猜叶子，你大的叶子比较大啊？哪里？哪个是哪个是几表？不一样啊，你的七表你你你个。我就跟我说那个可以踩，那个可以踩了。我说哪一个大的大的？我说哪一个是大的？他跟我说那一个，我说我怎么看都觉得大的哪一个是大，哪个是小的，真的看不出来呢。然后后面我就在问他说，所以到底怎么分的？他说看那个叶子，叶子比较大一点的，它就是大的。所以我还说哇，难怪它可以开那么快。你说这是巴鲁的，巴鲁的。然后这个是哪个级别？这个是级别的，不一样。一年的那，给给。我看一下，好，好，有哦，有有有有。我看另外一个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哦，阿妈，我真的懂了嘞。啊，这个给拉出的。葛兰树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叶子比较大，然后这个叶子比较小。我真的知道了。嗯，这个是巴鲁的。真的哈。嗯，我对哈。嗯，好，那我猜。呀呀，会给的。咦，我知道了，我真的知道了。阿妈，你看我学聪明哈，我学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哦。这是米闹的，要处理它。嗯，啊，去那里吗？哎呀，那么大的，你的沙发，你打下，往下，用水。啊，好，慢慢走路，慢慢走路。啊，那我们慢慢走路。阿妈这是葱哦。嗯，葱的，梅姨，梅姨。啊，哈，花怎么样？哈娜，哈娜，哈娜。哎，哈娜。阿妈这怎么处理？你怎样？这样。直接剥它，剥，这个拿，对，干净的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好了，你那，你吃紧，你再吃嘛，你太快了，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，我看一次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要洗了，干净了，对，然后等下要洗，这样，好，对，你再吃，我来，这样，好，这里，嗯，对对，哇，对对，哇，对对，这个，嗯，它就这样就好了，嗯，对，好了，对，还有香也很干净。还是要洗啊嘛，要洗啊，要啊。阿妈，你这是自己学的还是人家教你的？哪里教我出去？你自己学的？什么时候？看到别人的时候知道。看到别人然后自己学的。嗯。你自己学，那你太厉害了吧？你慢动作啊！我们什么？慢动作的快点。我太慢了，是啊，好，啊好，阿妈，我可以直接吃一个吗？嗯，我吃一个，是你吃，吃，嗯，阿妈它脆脆的，嗯，很脆，嗯，然后还呛呛，你唱。真的很脆，妈吃，没有鸭子啊，好，你吃，我自己吃，嗯，好，这个加鸭子加，嗯，但是啊，嗯，不是真的的鸭子，加鸭子，嗯，这真的很新鲜呢，我刚吃的时候，嗯，去外面都吃不到这个，只有回来的时候才可以吃到这种东西，那怎么可以剥？阿妈，你刚刚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动作太慢了？是啊，是啊。你看过最慢的吗？第一次啊。对啊，我第一次做啊。是啊。没关系，我会努力的。嗯。我下次再多做一点，我就会跟你一样了。是啊。走。去你的那个椅子那里。真的很多呢，阿妈。很多。
怎么样？直接放进去？嗯，这样。嗯。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好了，好了，放进去了。全部。嗯。会不会装不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对，好，完成。阿妈，这是完成了哈。嗯，就没了。阿妈，就是我也是第一次，就是自己采，然后自己把它剥，然后加盐巴。都是你教我的，很棒哎！我觉得有学到这个很好。那我这个等一下帮你收去哪里？送给你，你要送给我，啊、真的。嗯嗯，呀，那么坏叔，带去台北卖钱。不要卖钱，不要卖钱。很辛苦，做这个不要买，出去吃好了。啊，自己吃比较好。好，那我就自己吃，我去分享给我的朋友们。给给给。阿妈，你咬不下去的，为什么还会中这个？有孩子回来的时候来吃。哦，就是等你的。亲戚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才可以吃到这东西。马哥，那你都自己一个人睡？我一个人。我没有你啊，都出去了，我一个人在家里，无聊，真正的很高兴的。所以我现在来你的家里陪你，啊，我开心。啊，谢谢啊。下次，谢谢卢表。我下次再多回来看你好了。每一次经过的时候，去叫我爸下来。就是在跟我说他的孙子都已经就租去外面嘛，然后他一个人在家里，然后他跟我说我真的很开心你们能来，你们来这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。我想说没有，我们才要谢谢你，就是愿意让我陪伴他这样子。我就那时候其实有点难过，也不算是难过，还算是就是想说就想到我阿嬷啦，也是想到我阿嬷啦。这两天结束了。学到了很多以前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文件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地方，它的设立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毕竟我们的长辈有些都是独居，他们在家就是有点孤单，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让他们来这边聊天，然后学习东西，然后一起吃饭，开开心心的，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好。我以后会再多回来这边的部落，跟我阿嬷部落来这边陪伴他们。我下次我就会采了嘛。对呀，那你现在找一个对的。你，阿妈，你先不要跟我说啊。阿妈已经泄题了。好的，对的。好了。好的。好了，怎么样？呀呀，对的。没读的。没读，可哪里？没读，可哪里？没读，可哪？哎，采完了。啊。